这边看一下。然后这里。然后再看一下这边。大家好，我是 Innisfree 的代言人允儿。啊，那我们都听说你的中文有十级的水平啊，然后想说你自己学习中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窍门？然后最近有没有学习一些好玩的中文？可以说几句吗？首先我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中文，而且最近。没有特别的好玩的中文，你告诉我吧。最近我们有吗？最近啊，好玩的，大家觉得有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有吗？葛优躺什么意思？葛优躺，葛优躺就是中国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然后他是将躺啊，叫葛优躺。哦，我是多音的。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的有名。那么平时有没有什么护肤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媒体朋友们分享一下吗？우선 Innisfree 굉장히세수를하자마자바로쓰기좋은제품이있는데그린티시드세럼이라는제품이있어요그제품을일단세수하자마자바로발라주면은수분이보습이유지되는것같아서꾸준히쓰고또이제아유저는또마스크팩을굉장히많이해서매일매일한번씩하고있어요啊，允儿说她，因为她一直在这个，她在代言悦诗风吟的时候呢，她也会非常喜欢悦诗风吟的产品，比如说洗完脸之后马上可以使用的小绿瓶肌底精华液，肌底精华露，那也是可以帮助后续的产品一个更好的吸收。除此之外呢，她也会用悦诗风吟的 Second Skin 的一个发酵的一个面膜，然后她说会经常使用，觉得非常好的吸收，对皮肤非常好。欢迎私人气私人定制气垫中自己有非常喜欢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一款，然后理由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 My Cushion 是13号的。啊，为什么呢？我选的。对啊，因为那个 design 设计是你跟夏天很适合。哦，允儿的中文好棒呀，他自己都可以用中文回答了。他说这一款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那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天蓝色条纹的一个设计，是13号气垫盒。那这款气垫也将会以允儿之选来作为我们的官方售卖。那非工作时间出门的话，允儿西有没有什么必备的一些化妆品呢？先这个 My Cushion， 还有这个 Nocebum 이런게있어요그거랑또립제품을항상他说他平时呢，当然是肯定会首先选择气垫的，然后他会选择一个我们的薄荷控油散粉，他觉得非常好用，然后还有一定会带我们的唇膏，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那个细管唇釉。从2009年就开始代言悦诗风吟了，那能说说悦诗风吟能够打动你的一些理由吗？일단굉장히자연주의적인제품들이많아서굉장히좋고요또그린캠페인이라고여러가지환경을위한캠페인도많이하는것같아서굉장히그런점이좋은것같아요他觉得悦诗风吟是一个非常自然环保主义品牌呢，一些除了一些热爱自然以外，他呢还会有一些就是环保的活动，他觉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这也是他一直选择悦诗风吟的一个理由。那夏天到了，很多女生都很怕晒啊，然后那你有没有在
防晒上有没有注意的事情？那之前夏天也是听说在横店有拍摄，有没有觉得很累？在横店拍摄的时候呢，热的时候我杀青了，所以太幸好了，幸好杀青了，对吗？对啊，他说在横店拍摄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呢，刚好杀青了，他也是非常的幸运啊。那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 sunscreen 啊，防晒霜，防晒霜。对，那夏天时候我们一定会要用防晒霜啊。嗯，妆容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保水，保湿，保湿，有没有很可爱？大家觉得？今天记住了，保湿。那允儿觉得小清新妆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保湿啊、哦。那平时有没有对自己脸部某一部非常满意？然后你觉得化妆的时候哪一个部分最重要呢？化妆的时候，皮肤和眼睛吧。皮肤和眼睛你觉得最重要，对吗？有没有对自己脸上哪一个部分很喜欢？眼睛吧。眼睛，大家是不是觉得允儿的眼睛非常美啊？来给我们一个特写啊、哦！听说您刚刚开完四场这个粉丝见面会，那有没有什么感受？当然在上海场我也有去啊、哦、我觉得允儿全场中文非常的厉害、谢谢，还有唱了这个小幸运和红豆，对，非常喜欢啊、你有什么感受吗？因为粉丝们很热情，所以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哦，很开心。我们也希望允儿能够多多来我中国开演唱会，好吗？谢谢。唱歌、跳舞、主持以及演戏呢，样样都很精通呢，粉丝都称为你为全能女神。全能女神。对这样的称呼，你有什么感想吗？我现在第一次听到了啊，第一次听说我们称为你为全能女神，其实我们全能女生，对，我们其实都是私底下在说，谢谢全能女神好听，谢谢。好，我们以后多多称呼你为全能女神，好吗？谢谢。那在粉丝见面会上，我们可以看到你还有做这个料理给我们粉丝哦，然后想说你会做一些中国菜吗？还是会有没有在中国菜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火锅，是火锅、嗯、而且我做过料理啊，做过中国料理，火锅也是火锅，简单的对吧？啊，在家做过，在家做过，嗯，好吃吗？是、啊。那你喜欢是清汤的还是辣的？本来是喜欢清汤的，但是我本来不能吃辣的，但是，红汤对，红汤也很非常标准，对，红汤也叫辣汤，很好吃，所以现在也能吃。好的好的，欢迎你就经常来中国来尝火锅，因为中国的火锅有很多种嘛。对，听说还有这种，我们还有这种九宫格的火锅，吃过，在成都的时候啊，重庆的时候啊，不是，在啊，不记得。成都，大家都懂了啊，大家都懂了。对，好，就是吃过，对吗？很好吃，对吗？自己一直都是这个长发甜美造型啊，然后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新的发型呢？有，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就是以后比如我拍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那个角色是为了角色需要，然后会改变，对吗？大家觉得允儿呢？当时她也在这个粉丝见面会上，也当时也有问过大家，就是大家问大家觉得她是黑色头发好看还是金色头发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是不是觉得她现在黑色更美一些？黑色更好看，谢谢，谢谢。好，我们大家都喜欢你黑色的头发。你中国
有一个专属于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就是属于中国的情人节。那也就是明天8月9号，也就是明天。那你可以就是有没有什么对喜欢你的粉丝们有一些什么话吗？想跟他们一起说吗？七夕情人节，对，七夕情人节，七夕，就是中国专属的情人节。怎么说？七夕，七夕情人节，情人节，对。七夕情人节快乐。好吧，问一下允儿，对大家有没有，对我们在场的这些媒体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不能来到现场的一些粉丝朋友们，那有没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可以用中文来跟大家多分享几句吗？大家请多多关注 Innisfree 和我。谢谢。好，谢谢，也希望你多多能来中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呀，来，你干嘛？好，谢谢大家，谢谢媒体朋友。